这个管理好像国产车比较多一些，合资和进口车相对比较少。尤其是大牌车可能不在这个管理，都是比较中低端吧，中低端的一些车型，一些厂商。美女都戴着口罩，所以看不见脸。这回来有点可惜，因为疫情，所以所有人都戴着口罩。这个牌子是标志，法国标志。这它是狮子，就是它那个汽车的那个狮子的那个车标。今天里边人很也算是比较多，环境相对还是，毕竟是车展嘛，相对还是比较杂乱一些。但是比起真正的开放的时候的那个状态要好得多。到了三号正式开放之后，好像人会比现在多好几倍。这个就算是一个大牌子了，就是奔驰。今天展的都是一些房车。你在哪呢？这种车真是极尽豪华呀，所有设施应有尽有。不愧是国际大牌呀。这是一个尼桑的模拟体验器。
天际汽车，说实话这个牌子以前都没听说过，这都是什么牌子？应该肯定是国产的，国产的牌子，但是一定是不算很出名吧。来看看，看看美女，看看美女的车好看。蔚领克的牌子也是一国产的，但是目前好像在国内这个牌子比较的火，车的销售价格相对也比较高，接近于合资或者欧美车的价格。它走的是高端路线，虽然是这种情况，但是我觉得从品质上来讲，包括发动机的质量上，可能跟这个国际大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吧。因为这个国际大牌人家发展了这么多年了，几十年了，上百年了，不是吹出来的，还是靠实力硬实力做出来的。这个毕竟是一个新牌子，它一切都是新的，所以很多事情还是需要时间的磨练，不是说卖的高价、卖的高端就说明问题，就说明你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。这个我不太理解这种理论。好东西还是靠时间去磨练的，去积累。这是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一个模型。这个我们到了，这边儿。
就是很早就登陆中国市场，凭借着优异的品质和优秀的这个性能，一直是多年来一直是雄冠这个汽车销售排行头几名吧。2米9几，5米出口吧，大概。而且这个车确实是安全舒适，里边融合了很多的这个新的高科技技术。哎 ，OK， 挺好的。再换一个。